今天是周天，然后呢，我想出门去一下宜家买点东西。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到了，我给你们看看，今天真的宜家人特别的多，找车位都找了半天。带你们看一看，你看这，真的是好多人来。那我们就进去吧。看这里是上楼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就是宜家的餐厅，有很多人在那里吃饭。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设计。拿一个袋子吧。Swedish meatball，然后一杯咖啡，再加一个 cheesecake，一共是15块钱。然后现在餐厅里其实好多人在吃饭，因为今天是周末，人特别多。在那边，see。大家好，我刚刚去超市买了点东西，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准备做个晚饭，包点水饺。已经好了，看一下。
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，我在去上班的路上。今天外面天气特别的棒，就是车有一点多，我给你们看看。和国徽方阵、致敬方阵拉开了群众游行的序幕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现在是10月1号的晚上8:30，然后我刚刚已经回家洗过澡、吃过晚饭了，现在准备出门去看一下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白天买票的时候差点都买不到，可能因为我待的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小了。它就只有一家电影院上映华语电影，然后今天排了4个场次，下午2:30、晚上7:50、8:30，还有9点钟的。除了我现在这个要去看的9点钟的这一场，就是还有位子，别的这个好陡啊，别的时间就都坐满了，除了第一排还有人，还有的选，别的座位都满了。就很多人去看，然后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同事待在一起看了一下阅兵，感觉特别的燃。然后反正我现在要去看电影啦。除了怼在你脸上的那种，还有你可以选，其他的都没有位子了。然后，哎，这说啥呀？